这里是福建省少数民族的主要聚居地，居住着全国四分之一的畲族人口。 这里地处福建省东北一沿海，历史上长期被视为海邹边地。这里拥有4万多平方公里的海域面积，以及星罗棋布的岛屿。众多海岛远离内陆，往来不便，生存条件恶劣。